谢谢大家。好，那谢谢大家今天晚上到铁花新聚落来，我
我们那个时间的关系哦，没有办法再继续演唱，不好意思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六号哦，在九月六号的时候呢，会有一个街头的嘉年华哦，叫风街记。那当天呢，会有很多也是非常精彩的表演，我们会随机发生在这个行人徒步区的地方。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再次到这个铁花新聚落。本活动呢是由台东县政府还有观光旅游处所举办，然后由铁花村的工作人员执行。在这边感谢所有在场的朋友，感谢 AK 音响公司，还有小亨利便当、富来槟榔摊、有时散步早餐店、种种鲤鱼山，欢迎，还有乌马克咖啡。好，那祝大家今天晚上呢都过得相当的愉快，谢谢大家。